小兰花，长恒仙君，长恒仙君，长恒仙君，你在哪儿？长恒仙君，是让你跑得越远越好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你放开我，长恒仙君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他。你现在占着本座身体，见到长恒，怕是还没开口就会被他一剑刺死。先换回来再说。 换回来，然后呢？你是不是要趁机要了长恒仙君的命？我就算是被仙君误杀，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